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车里边水壶，一般是装茶的；水杯，一般是装咖啡的；然后手机支架，前面有一个摄像头，是行车记录仪的视角。然后呢，这儿有一个是对着驾驶员的视角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是对着外边的一个视角，也就是说三个机位。这是我的吃的，我一会儿就准备做东西吃，基本上是方便面和饼干，足够的咖啡。看一下后备箱。扎营的装备：帐篷、防潮垫，这个是水桶、小椅子，漱口水，油桶，这是一个铲子，
铲子是用来干嘛的呢？铲子是用来拉屎用的。因为在户外，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，第一个，大家看到前面有条河，你首先不能污染水源，啊，至少呢要在这个离河20米的左右的地方小便。如果你是大便的话呢，最好是离河更远一些，并且呢是在地上挖一个坑，把你的粪便呢是埋在土里边，这样子才是会避免污染的。这个呢，我钓鱼的装备和一个备用的一个锅，以及指南针，净水器等等，反正都备了。下边呢，那个箱子呢是，是车用的一些工具，啊，好吧，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呢？接下来要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衣物的装备。首先是带了2件速干衣，基本上在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干。这个是对于外出是比较方便的。一条冲锋裤，1件冲锋衣，其实它不是冲锋衣，是它是一件滑雪服，因为是 GoTex 材质，所以我也把它当那个冲锋衣用。一件抓绒衣，一件软革，这个是穿在里边的一件抓绒衣，黑钻的一件抓绒衣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就是红红绿绿的。还有一条长裤，户外裤，速干的。还有就是身上的这件始祖鸟的这个软壳抓绒，其实它很薄，其实没有什么抓绒，但是比较防风，可以户外穿着比较好。然后一条短裤和一件 T 恤，有2件这个 T 恤，然后主要是睡觉的时候，棉质的比较舒服一些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啊，鞋是有一对速吸鞋和一对这种高筒的鞋，但这高筒的鞋呢，其实是网上随便买的，所以还是买牌子比较好，因为你看这个底儿已经掉了。它这个白天啊，有的时候会看不清到底烧着了没有，所以呢它上面有一根红线，红线发红呢就代表火已经点着了。当然你也可以摸，可以伸手去触摸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热。基本1分钟左右呢就可以烧开一壶，它这一壶大概是0.7升。走这条路了，对，是是是。哎呀，我歇会儿，这段路开来挺费劲。你是一看就是经常出来的是吧？应该是，我觉得是爱好者，就是对。你这是都走到哪儿了？
我就是从东屋中牧进去，你们是怎么到阿尔山？啊、也是东，对，我们也是东屋，东屋。东屋是走那个。去的阿尔山。你走三零三了。就是沿着蒙古边境走吗？那就三零三嘛，那个路不好走，三零三你走过是吧？反正就沿着蒙古边境走嘛。就沿着边境，东屋到阿尔山有一条路，就是对，那个洞这个。那条路你怎么走的？我们走到那个边防检查站，说前面断路施工，没有啊。我们是先走的。他是一开始从东屋一开始上三零三。哦。挺好。这多美啊，景色。嗯。跟咱那天走那个边境路又是两个风光，对，所以这是原始森林了又。突发一个状况，车载点烟器的那个接口没电了，可能是保险丝憋了还是怎么着。不过马上还有二十公里就到柴火了，今天晚上看看怎么弄吧。现在雨中停车，山林之间雾雨蒙蒙。也有一番景象，柴火箭吧。